现在压力是不是到达一了？来，麻烦这边，是不是到达一了 ？OK 哦，好，来，这边是不是到达一？等一下就要到了，我先做个错误示范哦。我敢玩，因为我是老油条。好，来，准备听那声音哦。好 ，OK， 好，来，那个，你帮我拿着，后退一步。真的是 OK 的，那我做个错误示范，因为这个，哦，不要说话了，我等一下放 YouTube 回去。我打开之后，它就会喷出去，它会喷出去。但事实上，它顶住的时候，它顶住，它很安全，它没有问题的哈。那我只打开这边，你会听到它水之间跑出去。也就是说，其实它里面空气排掉的哈，然后它的那个水蒸一直冒出来的时候，它到达一个位置之后呢，我先不管它哈，它到达一个位置，它开始起算15分钟。应该快的哈，应该快，你就会发现说它哦，原来它的过程当中它需要加热到这个压力，这个压力的话，这边是写 1.1， 事实上加上背景是一大气压是多少？两大气压，那两大气压那种感觉就觉得很可怕的哈。好，那再等一下，它快接近的时候，它是会开始启动，你就看它灯会亮。那个陈兄过来一点哈，把这个镜头拍进去好了。因为它随时就会亮，哎，给我好，哎，我来暂停了。